是志华，志华在哪里？耶、你们是原本就要来报名的吗？还是只是来看就啊，想说报名一下好了。哦，来看，然后我就顺便带了一个吉他，我就啊顺便报名好了，这样子是吗？好，你先上台好了。那再跟大家宣传一下，如果你的身边或是你自己呢，对舞台的分享演出非常有兴趣的话呢，欢迎他们每个礼拜三可以来到铁花村，我们7点就会开始现场报名，然后表演就是8点到10点这样子。这个平台呢非常棒，就是它可以接纳任何的演出跟任何的人，不管你是男生女生，台湾人不是台湾人。那就是非常的自由啦，非常的轻松，对不对，查德？对，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查德好朋友，他就是很常每天，还有我们的 Dan 好朋友，他们两位呢几乎每一天，差不多跟我们员工一样啦，就是有上班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两个在现场。如果大家有想要学英文的话，可以私下洽谈他们，好吗？好。有没有觉得这个舞台非常的棒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人，听到各式各样的歌曲。我觉得有时候音乐表演，你不是听他唱的好不好听，或者是他演奏厉不厉害，是听他讲话，对不对？有时候那个人讲，你看像一豪哥听到陈建年说哦台东很漂亮，他就把假全部排给台东。他下个礼拜三是最后一次。就是这近期最后一次参加唱作俱佳，如果现场有空的人，我们那天来办一个欢送会，好不好？下礼拜三号8点到10点，一豪哥会在这里演一个告别演唱会。啊，3月23的时候可以去花莲松原别馆，可以看到一豪哥。